Hi everybody， 我是今天沙县 Nation 的一号选手刘思阳，英文名字叫做 Frank， 你们也可以叫我 Frankie。那我今年是21岁，我现在在 Langara College 学 Arts and Sciences。那我最突出的特点呢，就是我很喜欢打篮球。在我高中的最后那一年，代表我们学校拿到了全省冠军和金牌，也代表我们亚洲人得到了最佳防守队员的奖励。那你们看我是不是很像 Insanity 林书豪呢？ Yeah， that's right， this is the Jeremy Lin effect。那今天在 Sunshine Nation， 我会努力学习各种所提供的项目，也希望所有喜欢阳光的、喜欢笑容的人可以投我一票。记住，我是今年的一号 Frank， 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一起 Sunshine。